今年44岁嘅台湾女神徐若瑄喺2014年结咗婚之后生咗一个仔，虽然做咗妈妈，但系佢嘅外貌同身形都保养得好好。佢经常喺 Instagram 分享同仔仔嘅互动日常，而早几日佢就上载咗几张戴住眼罩嘅素颜自拍相，皮肤白滑，近乎零毛孔，而且一啲皱纹都冇，网民都劲赞佢皮肤好好。而徐若瑄亦都有同大家分享保养心得，秘诀就系要有充足嘅睡眠，而热敷亦都可以舒缓眼睛嘅疲劳。